Van Life, Van Life。滑轮车呢，就是我的移动城堡。我今天还邀请到了一个棒球场上面的传奇人物，陈院长大赛。不要压力。呀、yeah! ！好开心，好开心。绕苦。觉得你站上来就是一股霸气，难得可以站上来是一种睡意。王老板当枕头哎，是还不错。应该这世界上没有人这样子。我可以牵你的手吗？可以，谢谢。开心早安，还不得了，竟然开车上班了。很久没有开车。Van life, van life, it's my life, yeah。这个词你也知道。OK OK 啦。什么 van life？就是吼、哦，开着我的露营车，然后露营车呢，就是我的移动城堡，对不对？开到哪，我的那个家就到哪，我的城堡就到哪，了解吗？请问你今天要把车开到哪？你说什么？来，来，你看，味全龙天母棒球场，嘿嘿。而且我今天还邀请到了一个棒球场上面的传奇人物。来了，哎，哎，棒球呢？欢迎郭董。我的好朋友，好子郭董来了，跳跳跳跳。哦，今天要去哪里？要到天母棒球场。是啊，五爷，球场给他包起来，录音室把他开进来。这就是我要的未来。Let's go！ 蹲巴啦蹲巴啦嘞嘞嘞，跳起来跳起来！哦，你讲慢歌。蹲巴啦蹲巴啦，开进来，要上车，开进去棒球场。我等你啊！给你，给你。真的进球场了，怎么样啊？球场超漂亮的。听说你 Van Life 经验很多啊，我就叫你一声学长啊，学长。明天就乖乖跟着我啊，不要乱搞。是学长，但是学长跟你报告一下哦，听说下午可能会下雨哦，你学长可以麻烦你动作快一点吗？这是我个人的妻子，不好意思，一直弄到，帮忙一下啦，现在下雨都是你啦。下雨没关系，拿椅子出来坐就好了。车上有椅子哦、喔。有啦，来这边。我车上有椅子，你竟然知道呢？我知道啊，拉链拉起来，丢，然后就两个拉开就了，对吧？哦，真的呢。对啊，在下面呢。哦，有桌子啊，水哦，啊，休息。这样棒棒，可以哦，可以。他、啊、这技能有多啊吼？我会怕白。啊，我来试看嘛好。啊，就白。哎，哦，你真来，安内差得差不多了。刺青完，刺青完就好像他的是大腿呢。你左撇子吗？我右手让你。好啊。你小心，你要不要热身？我不用。你不用热身，你受伤我跟你讲。你不要太大力哎。你会很吃亏哦。好了，没关系。我早上去游泳哦。我早上有睡饱哎。你不要先用力哦。好啦，预备。人有力。六。好，你投降。我投降。哦，对吧？你在真冲哎。别讲哎，算是平手了。算旗鼓相当了。旗鼓相当 OK 啦。那、啊、你车子都弄好了？弄好了、啊。那我们要干嘛？哇，当然都是你的，下雨天怎么办？就放松啊，你出来露营不就是要放松？有没有下雨有差、啊，因为没有太阳更好。哎、欸，那个第一次 van life 的人，你要不要先看一下床如何？哎、欸，听说这个可以躺两个人。其实这比小木屋舒服啦。这 view 不错嘞、欸，真的可以躺两个人、哦，可以舒服啦。啊，这个也看，脚也够长。在逛星星呢 ，van life 就比较不用说，又要收那个帐篷，然后要搭帐篷。轻松啊，轻松哦，最主要是省掉那些麻烦。哎，就像整个家的移动城堡这样。其实露营最怕下雨了，嗯，因为下雨你要收帐要干嘛，其实很麻烦，你回来要晾干，嗯，啊，开车就不用了，不用担心。说真的呢，我们一般哦包场包场，但是没有包过棒球场，
哎呀，咱今仔日包棒球场，袂歹呀，那是你才有的呢，你才有的啦，你才有的呢，你主角呢？今天我们就要在这边睡觉，睡一下，那这个床躺起来怎么样？小郭哥，你躺过那么多露营车的床？这个很赞啊，这算是有一点记忆枕嘛。跟两位介绍一下，这是特殊的蝶形弹簧，蝶形弹簧设计，给你像在家中床铺的舒适体验。哇塞，被你讲的感觉真的有，好舒适。对，而且我100公斤躺上去还不错。是，而且是两个大男生哎，哎呀，可以一起躺哎、欸，没有人有跟郭宏志一起这样子在车上一起，有啦，躺着聊天，有啦，有躺着聊天，没有被拍过了。啊不吼，临边雨较细时阵吼，咱来一较高下啦。来啊，陈彦达，无爱啊啦，陈彦达大赛可以啊。你拄只敢有出力啊？有啦，其实我出蛮大力。真的吗？对，那我就放心。哎、欸，说真的哈、哦，你的上半辈子都在棒球场过生活，那、你要离开那一天，你是抱什么心情？抱什么心情呢？我很开心啊。要离开那一天呢？对啊，也不错呢。你可以自己选择在什么时间点要离开，不是很好？那不然有时候开刀受伤没有回来，那更惨。你动九次刀？九次刀。你九把刀还要九把刀的呢？哎呀、啊，九次刀呢，你就可怜了呢。那哪一次你觉得最痛？最痛哦，第一次最痛。第一次，你不知道嘛？人家加了，第一次开刀其实最痛的啊。然后其他就习惯了，就还好。后来就习惯。后来就习惯了，连蛋蛋也习惯。那个没什么感觉啊。蛋蛋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啊。哎、欸，要跟观众说一下，我们小郭哥在三十六岁那一年切除了睾丸肿瘤。对啊。请问是割蛋吗？还是割蛋啊？蛋整个拿掉，因为它腹部偏大。去大到蛋，你说这样？那就是污卵头加那一种，还有一颗啦。还有一颗偏大 OK 啊，就是有一种垂坠感、啊。没有啦，偏大它就是怪怪的嘛。它大到有点奇怪，所以才会感觉不对才去看医生。哎、我同学也是。对，他还把他切掉的照片给我看，我也有啊，我等一下可以传给你、啊。也不用啊，我们现在把它印在这里，你看，这是可以啊，学长的。你有时候其实他们说男生过40岁，你就要稍微自己要摸一下，有时候偏大就是要注意，因为那个有可能是突然的。是怎样会？你帮我试试，怎样叫做我叫偏大啊？偏大就两边不太协调了，还是我一点比较大，但它大的有点夸张，离谱。对。可能压抑太久了，你应该是没有这个困扰。压抑太久，为什么压抑？就是在球场上太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我们就会往我们的一些器官去。你都是给人家压力的啊，我自己也有压力啊。给他三振王还瞪人家，啊，就想给他打，打不到啊，压力很大。哇塞，这倒不一样。哦，包场，包场哇！哎，哇哇，原来规个棒球场拢咱的，熟悉啊，在棒球场露营，未歹，搁拄着咯。加载够雨遮，哎呀 ，OK， 没有不一样感觉啦。你国小开始打棒球，4年级，四年级差不多。可是你18岁的时候就去，18岁就去美国了。那你第一次站上大联盟是2005哦，2005。对，你25岁其实卡平，对，你还记得那一刻吗？站上大联盟，记得啊，蛮兴奋的，就跟定位啊，我跟他们都跟定位，就亢奋的呢，亢奋，但亢奋过了就变紧张，就跟定位啊，因为蛮多会用大场面，观众都是5万人，大联盟大概都5万人。哇塞。对啊，都3到5万。三振谁最爽 ？ERA 其实蛮爽的，然后 Otis 吧，哇，对不对？然后 Jeter， 对不对？这三个我不知道，我生涯三振太多人了，也很难算。反正叫得出来，我都三振过嘛。哦，碎，你们认识的我都三振过了。突然不及被宰了，哇，真的。啊，我没办法，我们就是不然就是三振，不然就是被打。对啊，我们投球是很冲嘛。你为什么不要用变化球？变化球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生涯是很短暂，但我们要让它发光发热。直球队觉得男人发光发热、其实变化球丢得不好了。请问
这位哥，人家二十五岁站上大联盟，你的二十五岁？我站上了电视笑话冠军。袂歹，安尼代表跟我做讲话啊。无呢，迄个时阵连一个笑话都讲袂好。就差不多啊，二十五岁都在拼了，但是二十几岁都在。可是你已经站在最高峰了，大联盟。没有，我们十八岁到二十岁七年呢，七年多可怜啊！每天小联盟，小联盟很辛苦的呢。小联盟哪里辛苦？小联盟每一个月月薪800块，一年领6个月，其他6个月你没有薪水，你要去找工作。800块美金，800美金啊，就是24000，20000多啊。这样我4000多了，哇！对啊，我你看看薪水，听你这么讲好爽。我们薪水只有3月到9月有薪水，1月、2月、10、11、12是没有薪水的。所以林书豪睡过沙发，我还睡过地板呢。地板50，但是我没有成功，人家没有来发掘我们的故事而已，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一段很辛苦，是没有人知道的。庆龄哎，800，现在想到都不知不觉会流眼泪。眼泪在哪里？还没流出来。在哪里？今麦家己敢会进球场看？偶尔会。你是哪一队的？我没有嘞，都可以耶，都可以。我主要是看拉拉队。但你越低潮，转变起来就会越高潮。所以我现在习惯让人家高潮，就是用言语的方式、教学的方式。是在车顶的高潮，还是在车里面的高潮？干话王，是个干话王。请问干话王，你以前打过什么工啊？你在没有领薪水？我们开过车啊，所以我很会开车。开什么电车？没有，我们之前是像我们那时候打工，因为有一些像邮差，他们会要帮忙送信嘛，对不对？然后比较附近的，我们就骑脚踏车帮他送；然后比较远的，就是可帮他一起开。那你会帮邮差送信？会啊。因为邮差送信很简单，就到一个区域，就是拿一个几号几号，他会跟你讲就去发。这种职业，他还送过东西啊？真的啊！哎，我是送冰的。哦，你送冰的？对，送冰的。对啊，现在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怕没工作嘛，因为现在不跟到那么多，我们都可以在。对，你也干过了，所以你曾经一个月领800。800。那最高领多少？最高你的年薪？年薪大概300，300大概一个月20万美金吧。一个月600万，对，还没有来扣税啦。啊，500万那时候是没有，那个我们税要扣到48%。啊，那一个月领大概250万？没有，差不多台币啊，300台币。对，然后250万扣一扣，大概5万块到自己身上，因为240要给老婆。我们都领民用金而已。我也是，而且我们超可怜，我们是一样，啊，很有共鸣，哦，真的啦，林的林姐啊，哦，真可怜啊。箱子打开有什么？恐怖箱哦，喔，有球呢，有手套呢，这是要等下投 要投球的。耗子哥可以吗？我不会呢，欸，你这小朋友呢，欸，有没有手套？没有，用心接球，用心接球，用胸膛去接球。你可以示范一球吗？不行，我习惯让人家示范哦。我可以丢啦，你试看看，不会动啊。应该可以啊，我丢慢一点，丢慢一点，130，不会痛啊，应该起来，应该起来。我真正冇拍过棒球啊，冇紧啊，我嘛冇拍过，你冇拍过，今仔还冇拍过。哎，大概来个70好了。确定？等一下，你眼神有点怪怪。好啊。你眼神怎么变成这样？可以啊，你要多快都可以，70嘛。不要眼神，不要那么凶。啊。68。68。68，我真正做袂到的。好啦，我来，我从今天唔免热身，你拜托你拜师，你拜托你拜托你拜师。哎，是哦，我较紧淡薄，我较紧淡薄。哇，还在还在，好啦，白色啊，刚刚他那个球这样哎，没有人补到你正面来，再让我补一个。正面接球，对。刚刚那个太快了啦。不会啦，还好啦。好了，半加20。刚刚你那个球有变化？不会啊，我投一个不会变化的，会消失的那一种。哎呦，
那姐姐你用的咧？哦，你找哦，干什么姐姐用什么的 ？OK OK。到一个棒球场来看自己的人生跑马灯，不啦，不个跑马灯啦，回忆啦，回忆还不错。这样子看自己，觉得当初自己有这样子努力过，其实对啦，很好啦。国际赛救援败之后，你怎么去处理那个心情？还好啦，是我丢边丢更惨。不是你要怎么处理？不可能下来就 OK 了 ，OK 啦，我们习惯了，真的习惯了。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总有下一场球嘛。总有下一场球，对、啊，学到了。而且你也蛮能放下的哈。可以啊，就只有感情放不下。外面的嘛。没有，都给老婆了。OK， 老婆。所以你不能跟我谈心，我心在他那边。好天气耶！天气放晴。嘿嘿嘿，一起要看什么？哎，有雪啊！哎，是高一点，脚高一点，高一点。要不要场内 PK 一下？要 PK 吗？哎呀，你确定？一眼神，不要这么害怕嘛。你确定吗？害怕就不要了啦。来，可以吗？来。哎，这个台湾第一个在大联盟打出全垒打的男人。算嘛哈，第一个对，然后花式甩棒了哈，要练习一下对。对，我本来想教你一下，让你先示范一下。好来哦，前面打哦，来哦。哇哇，好帅，好帅哦，哇塞！要不要抛给你打？那是对分。你怎么办？你要学花式甩棒啊。我刚刚没有看到他甩棒，我就跟着球出去了。好，那我再盯一次。我这次不要跟球，我看你怎么甩。锵锵，又上去，又上去了，好远的地方。好了，那我来试试看有没有轻一点。这只好壮。你说打完以后，然后这样。对，然后就这样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吗？这样，这样算吗？可以，有算啊。哎、啊，要先打到球啊。因为我是打开放式的。好，你开。所以你们小心一点，我是尽量开，我是很开的。我很开，那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 Berry Bounce， 他就是拿球棒要拿像拿牙签这样。那如果是日本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不好？他们就会像拿那个武士刀这样子。哎呀，小心啊哈！哎、欸，你们很危险呢。我不会打，你们很危险，球跑哪里我不知道。啊！啊！滑嘞，滑嘞，跳！喂，好啦，不跟你瞎哈拉了，跟你对决一下啦，可以吗？可以啊。你又害怕了，这没有意思吗？你可以让我啊。啊，对哈，我可以。你可以让我、啊。对呢。好啦，那就那边，好吧。走，先打大赛。好了，我体力耗尽了。这样都耗尽了。我跑一圈呢。你没打到球哎。怎么我没打到球，没有滚出去吗？在讲什么？全垒打大赛，一样杀量就过全垒打墙就算了。对，但你的是这个绿色怪物。啊、好，可以吗？可以，我让你两颗，没问题。全垒打大赛第一球，请打击。换你绕亏，太大力不好。不好意思啊，学弟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全垒打啊、嗯？这的形容点到。别过啦，啊，用推的，我待会我用推打的，示范一次，示范推打。来喽，全垒打大赛 ，House 第一球。耶！耶！耶！哈哈！耶！我竟然在现场出全垒打，好开心，好开心！啊！可以了，好想哭啊！
我只要打一球就可以了啊！我好开心。潘水，这样潘水，为什么这样打就出去这么简单？就是那个点抓到就好了。哦、真的哦，对，点抓到。第二颗，请开始，目前1-0哦。哦！绿色怪物算两球吗？不要压力。这个男人，我帮你摆好。框了，太夸张。绿色怪物。对对，他不是绿色，他是红色。绿色在这边，大家看一下，绿色在这边呢，它是红色哦，中外野哦。你先讲啊，你是在讲啥话啦？1-1，哦，有被我击到了。遇强则强，遇弱则不打。哇、哦，也是怪物啊！啊，杀了你杀！啊哈哈！很强，很强哎！你为什么可以打那么远？我哪知？那我 calling。很厉害了，很强哎！主持耽误的棒球选手，真的，我被主持耽误好多事情哦。阿雷三平手了，算你赢了。要，赢了，你打那么远。啊，你那个那么高，不会。OK 了，平手了。啊，打一整个下午，好累哦。阿伯来又滚，阿伯来又滚，好，叫你惊啊，不重要。精彩，精彩。很久没有记你了，我还努力没拿到金曲奖。哎，你也变那子当时开始耶？其实蛮早的，因为我们在打球开刀复健，早上做完复健流程，下午就没事，我们就会去钓鱼啊，去海边啊，去哪里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喜欢去户外走走，这样十几年，十几年有了。啊，现在回来台湾就比较方便一点点。对啊，有车子，有小孩。车子开着，语言又 OK， 嗯，台湾又方便又漂亮又安全，对啊。哎、欸，说真的，在这边野餐超旧，对啊，很舒服，很少有这个体验。我们呼吁所有的球迷啊，除了来进场看球之外，记得看完之后都留下来在这边野餐。啊，没有这种服务。没有这种服务，没有这种误会。车子可以直接开进来，没有关系。不是啦，开到外那个啦，外野区啦。哦，野餐区啦。对，那边有野餐区啊。野餐区。车子放外面的。对啊，车子放外面，除非你是开福斯才可以开进来。开小加州才可以开进来。小加州，对对，要有小加州。那边也可以野餐，很舒服。这很舒服啦，开起来也赞。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干嘛就干嘛。哎、欸，那我又想睡呢。也可以睡啊，想睡就去睡啊。那我失陪一下，我睡一下，不好意思，准备晚餐。失陪了啊。好。哎。Man Life 很爽啊。哎、欸，你打扰到我。抱歉，抱歉，抱歉。舒服。我们可以把这个做一系列吗？以后我们就是 Man Life Everywhere， Man Life is good life。 我先睡了哈。那很爽哎、欸、你晚餐见。学长，可以倒一下，舒服啊！
开心，开心 ，Van Life， 耶、yeah ！我给你介绍一下，来，请说。这个 Van Life 的晚餐，这会不会太豪华？应该就是安尼啦，奢华西班牙料理。到另外一个冷饮，这是什么？西班牙人的血液 ，Sangria。Sangria， 西班牙人的太阳。有味嘞不？是不是安尼？不错，人生规拢好起来对不？啊是讲吼，我遮认真帮学长准备晚餐哦。嗯。啊，你哪拢无贡献？我要准备啊。哦，对。生吃牛排。干袂再蒸一下？哎，来再蒸啊！那个小加州有厨房啊，我马上煎给你吃，要不要？小加州有厨房。你来看，在哪边？在后面，拉开就有了啦。这边就有了。这里三位。哦，煎台。这哪呢？打开，然后开瓦斯就好了。漂亮，水呢，漂亮，所以这也在恭喜盛喜你的日常了、啊。喜欢做菜啊，对啊，这样会不会太油啊，学长？不会啦，你有三个瑞啊，你怕什么？给助理三个瑞啊，谢谢你的提醒。哎，可这样配真的好喝，很舒服。三个瑞啊，哎，你这个土耳其语讲的不错，奇怪。就有去过美国，怎么英文还是这么糟糕呢？哎，你在美国英文跟谁学啊？三个瑞啊，他三哥了。哦，这些别别叫，喵的声音别别叫哈，舒服。哎，这感觉真足好诶，袂歹。啊，你豆豆啊，盐，就享受那个过程啊。这海盐哟，这三个瑞啊，三哥他们家的盐。等他一下。那我们去。来来来，背对。脱手秋的男人，我觉得你应该在这边好好享受一下，因为你站上去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们今天把投手板当包起来，当做你的枕头。哎呦，这感觉就好了。哎，别怕嘞，哎，我们还没试过这样子。在在在那枕头。哇，赞！哇，曾几何时可以睡在投手丘上？还可以喝酒。Sangria 啊！哈哈哈！觉得你站上来就是一股霸气，难得可以站上来是一种睡意。哈哈哈！投手板当枕头嘞，是还不错。应该。这世界上没有人这样子，应该没有。我可以牵你的手吗？可以，谢谢。啊，他的每一颗诉求都是从这边丢出来的，都是从这边出来的。你看，我感受他那个热情，你感受到有力量了。对，不死鸟它在燃烧。哦 ，on fire，on fire。我觉得牛排快烧起来了。哎，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怎么还会记得我们的牛排、啊？这个牛排，我你就盯紧了呢。不愧是唱过大联盟的男人。有啦，有，得位啊啦，得位啊啦，进来啦，进来啦。不会接的呀，不会接，再接着投啊。哎，安内拢转投啊。哎呀，再接着投。搞我们家呢 ？OK 的啦 ，OK 的啦。上菜，嘿嘿，哦，够香的啦。哎呦，哦哦哦，好香哦！我早就住小姑婆家。真的吗？跟你一起 van life 啊？可以啦，没问题啊。你会不会是被放学耽误的厨师？赞！哎，我告诉你，你看，我学长我骄傲，我学长我骄傲，看赞，漂亮的，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谢谢学长，好吃啊。OK 啊。好吃。天母的朋友，好吃，天母的朋友。你真正袂使去投球啦，你真牛排就好啊，你是咧？就好吃，我有够好食，这就是阮的 van life。谢谢学长，谢谢豪子哥，开心能够做菜给对不对好朋友吃是很幸福的，真的。哎，我爱你。Sangria。跳 KK Day 体验者，按家己感命，我来拍球。拍球，独乐乐不如众乐透。好啊，对吧？那这盘也拿去顺便招待他们一下。今天晚上的邻居啦。对了，算邻居。你是真正抽到了。对啊，而且只有一组哎。哎，嗨，你们好。哇，你们的也很丰富哎。哎，这个是我们郭董煎的牛排。所以你们喜欢 van life 吗？你们平常自己会这样过生活？我们会比这个还要更奢华一点，更原始一点，野蛮一点。今天晚上你要睡在棒球场？
有没有很期待？回答一下。哇，这么开心的，哇塞！你看，像人家的 van life 就会准备这个，有没有？投影机、投影布。这哦，这还是在跨等量。其实很多方式啦，像我们出去有时候也会嫁给小孩子玩，小孩轻松，妈妈轻松，我们就轻松。哎，很舒心呢。很舒心啊，所以其实过你自己想要过的啦。真的，但是我这个时候突然想要飙车一下。你要？那上上上！抱歉，我先走了啊！上上上，慢慢走，慢走，上，压车，快点！啊，酒后不开车。But if my dreams come true, if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it's more to discover just being with each other, and I've only wanted you.Even if my dreams come true. 一个无情的社会，阿力会使心宽一切。别人若比你较贤读书，逐天翘脚来泡茶。水哦，水哦，水哦。类似啊。水水水水水水水。真的呢，你没 Q 都想不起来。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也真难，也想去拥也得不到回答。那你看，这是要哪困？哪饮哪困哪抬杠。你敢袂暗时爬起来放尿？会啊，嘛是会啊。起来以后就睡不着呢。哎呀，阿力别啦，没事做，没事做啊，找事做，睡不着找事做。哎呀，把老婆摇醒啊，约她做事啊。哦，做早餐。哎，老婆。三个你啊，三一个三个你啊，阿金那你也烦恼诶。嘛会啊，现在就开始。其实现在到这个年纪，我觉得担心就是小孩啦，怕陪他们时间太少。因为我跟你讲，暑假接下来暑假要来了，我推荐你一个跟小孩老婆相处一个好地方。外野，纽西兰。哎，纽西兰太适合 van life， 自驾很轻松，真的，真心真心推荐你去。我来讲，我做爱困，但是这电话吼，是心梗啊，心梗我困袂去。我来讲一个秘密，天母威权龙棒球场，伊这电话是声控，声控啊，你没有声控，我有，嘿，嘿，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那个吃瓜了。我跟你讲，你老公今天大家辛苦了。请熄灯，好，阿姨对，关掉。真的给，这做神奇的历史性一刻，试看看。给你试，他是卖个球啊啦，我都爱困的啦。大家今天辛苦了，我们现在准备熄灯，接下来为你们带来一首。不要再带来一首了，快熄灯了。我们就是准备熄灯，好不好？灯光会慢慢的变暗，请大家注意脚边的东西，不要去踩到，好不好？关灯，来，慢慢关了。这样浪漫，真浪漫。你是安尼哇，环状式的，那边还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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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阿妹啊，中外野最后起灯是中外野。哇，太浪漫了！哎呀，三哥你呀，哎呀。谢谢你学长，我才可以在这边体验这个不思议的夜晚。我今天还来困，谢谢你。我冻袂掉，还南学长。真的啊？今天啦，我不再唱两首。不呀啦，再会啦，心爱的不为你啦。那无爱就是嘛无彩钢，我那个三闺娘。三闺娘。晚安，明天起来吃早餐。晚安。晚安。Good night。Good night。他总是。睡觉了，睡觉好累啊！大家辛苦了，晚安晚安。儿子，舒服。哎，老婆，我收工了。OK 了，但是很舒服咯。然后我要睡在我的那个棒球场里面咯。对，睡在棒球场上。小浩浩在小加州号里面睡觉。I love you。晚安，拜拜。哎
床了。哦，学长，早安。早安啊，吃饭了，我们吃早餐了，做早餐了。太早了吧？不会啦，起床了。Man life。Man life 就是爱较早起来，今日享受 Man life。困了吧？现在很晚了啦。哦，很逼人呢。起床了。哦，是你们这些打棒球是怎样？很着急是不是？来呀。On my ow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哇，这新鲜的豆子也贵，真捧。对啊，哎，咱困了好不好？没坏呢，有觉得以后要常常揪一下。对啊，有时间就出来，对不对？放空一下。不要带老婆小孩，都很轻松。我做的早餐，来，我跟你换，这是我做的，我帮你热口切半，你也切半的热口。奇怪哎，我都给你一整条的，你的感觉很美式。啊，你的是法式，对啊。哎，我法式。站着啦。嗯，你技术很好哎。你 OK 呢？很香哎。你可以开早餐店了，有睡好，食欲特别好，心情特别好。嗯，好的。刚烧哦，没办，这钢杯哪会刚烧着啦？我刚刚吼，咱较早识识了，咱较早识识就是咱两个组团体啊。哎，对呢，队长，对啊，吃完我们来沉淀一下，沉淀一下是沉淀一下，先沉淀起来，再来沉淀。哦，好，好不好？嗯，阿仁啊，跑步啊，还是跑步暖身。Maybe none of the time I'm happy.Happy on my own. 你眼神再这么认真，我就要走开了。我跟你讲，各位历史性的一刻来了，郭宏志再次站上投手丘，掌声鼓励！啊呼，耶呼，他只当捕手，哈哈哈。哎，哦，你搁搞热身？哎哎哎！哈哈哈。你先大了，我直接站袂住，后边拢讲歹。哈哈哈！有，不可以用潜力。我来激发你的潜力。慢一点，不要这样子，不要认真。喂！哈哈哈！会怕。这次很感谢你。我才可以来体验这个不思议的，在球场里面 ，Van Life 啊，感觉真的很好，很旧啊，相见恨晚呢。对啊，那我们这个不思议之旅呢，下次还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也是非常精彩的，会跟大家见面。好啊，你如果想要来探班，随时欢迎，一定订阅、按赞、加分享，好不好？就在这边，下次见啊，下次见，再会，学长。来啊，我接。哇哇！啊，阿你后边物件。我跟你讲哦，我叫阿你阿你。我知啊，后边物件弄歹家己来哦，吼，搞不惯咧。保证你的哦。我若到会到，我凊彩。